手电钻又玩出了新花样，只需要加上这个转换头，就能当电链锯使用。直接加在手电钻上，就多了一个新功能。这是一个4寸的导板，我们来使用一下。上面带有辅助手柄和防护板底挡木线，锯木材树枝不仅安全又方便，这效果简直太给力了。